洗袜子干不了是一件让人非常头疼的事情，尤其呢是在大学宿舍里面，只要有的穿那就不会去洗袜子的哈，经常要洗就洗一大堆，但是洗这一大堆你该弄干了呀，不然就没得穿了，怎么办啊？各种大神就出现了，您看看哈。首先第一个，人家直接把袜子套在了吹风机口上，就好这袜子吹的都跟穿了一只脚里边似的啊。再来看下面，这是直接挂在电风扇上的，这个呢挂在空调出风口上的，最后一张是最让人凌乱的，您看看，这直接把袜子放在煮锅上了。看了这张图片之后，我只想说一句，这个锅煮的东西请不要端到我的面前来。